享非遗系统性保护，促进可持续发展。大家好，我是程笑。从千家万户的酱醋茶到舞台上的唱念作答，非遗就在我们的身边，用悠悠岁月里未曾磨灭的美好记忆，讲述着历代先辈的智慧和东方文明的灿烂。六月十日，文化和自然遗产日，关注云游非遗影像展，与我一起讲好中国非遗故事，非遗流行。